我在缅甸，在棒赛的，我名字叫翟一向。那天星期天，10点半中国时间，就是我发生在缅棒赛那里，大炮来响，大炮来炸了，炸在上边那个。 泥巴还有这小石头啊，这些都飞到我们家来响哦，大下雨一样，啪啪啪啪的这样。还有那个响声音嘛，就是它从哪里打过来，就是响哦，噗噗噗噗噗的这样。我就是害怕了，就一下会停了。我这样想着，结果嘛，都话都不停，我就是拿我的气枪。 上次去啦，还有我的身份证，还有我的钱啊这些，还我是上来西拉拉嘛，我就走了西中国了，是中国哪里？中国哪里嘛？安全，我登记了，边境站啊，在中国这些就是滚滚过来了，他就是说你过去。 不要乱跑哪里，你有没有亲戚？我说有啦，你随便你想去哪里，人家在那边没有亲戚呢也好。如果你不愿意去哪里嘛，你叫你呢亲戚来接你，会去他家睡也可以，他这样讲哦。 中国啊，中国政府啊，这是在哪里？管理他，还是睡啊这些啊，毯子啊，睡啊，食啊这些都是，不，不，这个都是方便的。中国政府就是来给的多了，睡也不麻烦，食也是不麻烦的，都是好，在中国，只是安心了。